会挑出部落当中舞蹈能力比较悬殊的两位一起来合作 ，Jeff 那一组马伯骞，哦，还有就是新哥啊，哦，让我们欢迎马兰山舞王，什么新哥？不是我们这样一追不到啊，他腿那么短啊，不是。不妙不妙，这不妙，这很悬殊。不妙不妙。然后新哥哥这一组，魏哲明、蔡老师。哦耶，马老师。博远、吴彦斌哥哥。哦。陈楚胜。耶。还有王岳西。耶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加油 ！Yes。他俩哪叫悬殊，就是差不多了。智商，智商，啊，智商。然后我们先。什么动作？无所谓啊，没关系，我们要设计啊，一个。哦，我们俩设计，对，我们设计。对，我在想你又能做，但是又能走得比较远。哎呀，走你动没动？这个动作还得要稍微得方便一下走路，但是又要有点难度，让其他人追不到你。对。不远，前滚翻，前滚翻。你是我们组的一个，你整我。这个动作。有的组是做不到的，可以。好，我们现在各部落应该设计完了，我们先每一组各个看一下他们设计的动作先。信哥和马伯骞，哎呦，哇，哇，这个很有优势。我们动作来来三二一的，哎呦哎呦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哇，这个好难哎。我们是走三步啊，一二三。哇哦，玩这么大，哦，啊，走三步，然后前滚翻，错死他们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最后一组，蔡老师，对，起，左，左，哎呦我的天，哎，这个好像，我们都好狠呐，啊。好，现在开始丢手绢，哥哥们要注意了哈。来吧，加油！好，我们有两位舞蹈老师作为开始，不用追他们，他们只是一个开始。喂 ，go go go go， 嘚儿飘，嘚儿飘，嘚儿一阵飘。走了，好，做你们自己的动作，做你们自己的动作，快。走走走走走，拿手绢，不是，我们要做他们的动作，不要模仿啊！走走走走走走走，走路走路走路，走路走走啊！走路走路，你别你，这你设计的动作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谁想谁设计这动作？把腿缠到一起。我们先每一组都看一下他们的设计。月心，慢慢的来，没事儿。他抽筋了，他抽筋。星哥加油，快快！他抽筋了。啊！他们倒了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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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快快快！快快快！快点快点快！快快点！起来！快点！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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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咋整的你？这个动作太傻了，太傻了！这个动作好累，这个千想万想，没想到这个动作难到了自己。游戏继续，由信哥你们的部落开始追击啊！你们先要绕一圈哦。对，哇，那现在真累的，我天哪！赶快，阿信，走啊，阿信，阿信，
少一圈，少一圈，性格少一圈。好了，认输了，认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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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游戏继续。好，我们要看胡彦斌、博远翻滚，累死。真的，弄死自己。来，乾坤翻，大步一点，大步一点。一会儿脑瓜子迷糊了。肯定是这一组了。一二三，来，跟着滚。已经超追击组超前了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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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对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还有一圈，一二三。追击组大幅超前了。我有点晕啊，有点晕啊！等一下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回头等他们去。你们等他们，等他们，怕他们就输了。哇塞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有点晕啊。怎么样？跪到面前。哎呀，跪着。追击成功，王耀庆部落积三分。哎呀，自己把自己弄没了。本轮挑战到此结束。